等会儿啦，咋急脑呢？今天老师让他们穿韩服，就是老二的。因为中秋节。我累不过一弄过了。俺娘有月一般的。哎呀妈！一天。看看穿上帅不帅？给老二急的，老二就要穿呢。哎呦我的天！你看，看看地道穿去了。盼儿，哎呀，乐的了，怎么跟小时候过年似的啊？穿新衣服的啊？过来，过来。别走，别跑。真帅呀！俺娘，你这呢？你也太帅了啊！拜年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银赛哎，你去哪？银赛哎，鞠躬鞠躬，俺娘哈塞哟，是吧？哎呀，太帅了啊！哎呦。棒棒的啊，这个戴呀戴，这个摘下来了，这个摘下来啊，哎，好了，等会儿裤子穿裤子，儿子，裤子，裤穿，裤穿去给老师鞠躬去啊，给老师鞠躬，哎呀，爬梯，爬梯，那鸡蛋放地上踩了啊，爬梯，那个爬梯。公主，小帕吉，俺家你一个一个，都给谁一个？卡七不秒的给。卡七不秒，一不急，卡七不秒。这里要吗？这谁？是不你们？卡七他呀。哇！没事的。哎呦，也不赖。얼마나 멋있어 아니야 바지도 있고 아유 아니야 이안에 이게 동그란 거 이거 너무 엄마 봐 짜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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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우리 아가 잘 자라 우리 아가앞들과뒷동산에새들도아가양도有点太热了，老二把衣服全脱了，老大马甲脱掉了，那不是哥哥的吗？你拿干嘛？七大姑八大，七大姑八大姨。七大姑的八大姨。走了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走。给他们送去学校了。这是保险，昨天保险那个人给的中秋礼盒，看看啥东西。妈，韩国送礼也送，有送礼也送金枪鱼，然后还有，这是什么呀？午餐肉。我家金枪鱼都吃过来了，全是金枪鱼。午餐肉，这个特别好吃，有点咸，就是。我家中秋也没有送礼的人，然后都是别人送我们，每次水果呀，然后这种的，婆婆收礼比较多，她一天天净收礼。我现在接他们俩回来了，然后看到旁边。有一个男生开车，一直在按摩脸，他那个应该是一个按摩仪，看一直在往两边推他的脸。你看韩国男生多臭美，咱们女生还有啥理由不去美容臭美？我现在突然想要去买一个按摩仪去了，要去买个美容仪，儿子，啊，么么哒。终于放下了，阿爸，爸爸去公司了，哥哥去游泳了，他要买牛奶，出来买个牛奶喝，啊，进屋喝，走吧走，走，
现在可以下去了，老师不用他抱着了，还在那跟我比心呢。以前都是老师抱着，嗯，咋咋的，那怎么对焦对不好，现在可以自由的，看不清楚。嗯，这个要给他背那个东西了，好像是。哇，现在老大可以这样了，老师以前不敢的，现在可以拖着他。刚来的时候一直要抱着，现在好多了。哇！哎，这里认识一个小朋友。他的姐姐跟老大一起去游泳，他在跟他玩，有点不好意思是吗？我不太好意思。哎，不要在地上爬行不行？起来，快点！你在爬，不要爬，起来！一早。脏死我，嗯，好，去。就不起来，他是觉得这个地上太亮了，好像，然后太凉快了吗？就在上面爬呀。你快点起来，你快点，所以我过去是不是？啊，起来，快点啊！快快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角瓜，家里有，家里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家里有。那买别的，买别的，走走走。这个也有，后爸啊，后爸啊，这个也有，这个、有。嗯，哦，这个也有，这个也有，家里也有。哦，这个也有，这个、也有，走。啊、嗯，买别的走。啊、哦，那个也有，那个也有。啊、哦，那个也有，走吧，快走。啊、嗯，走吧，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你别打，快点！你要买什么？快点啊！嗯，不行，不能吃冰淇淋，肚子疼。嗯，快呀，跑！走，挑一个别的东西，挑一个酸奶吧，走吧，买个酸奶去吧。哎呀，那个家里也有，那这个吧，来这个啊，给，不要，那你要哪个？那这个，哎呀妈，你还挑的啥？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这反应劲儿。哥哥据说已经回家睡着了，饭都没吃，太累得慌了，可能。今天早上5:30就起来了，然后跟他爸搁那玩早晨。然后来3:00回来，又去游泳，去结账吧，去吧，你去结账，快点，给你卡，你去结账去吧，去吧，嗯，啊，你说结账，去吧，啊，掉底下去啦，他把我卡给我掉底上底下去了，真挪心，你真是的，对。给来！哎呦我去！慢点吃，那一个都塞里干啥？慢点！打蟹棒，哎呀妈！给哥微波炉热了一下，好吃吧？哎呀妈，真想吃！嗯，你真真，慢点吃。嗯，你吃吧。爸爸一撂倒就好了，装睡觉，先撂倒再装睡，这是绝招。
六点就起来了吧？还是五点呀？你们那天起太早了，那中午得有时间。哥哥睡着了，也没吃饭就是。嘎嘣脆，嘎嘣脆。啊什么？嘎嘣脆。就爱吃水果，喝牛奶，就不爱吃饭，你咋整的？你说。